这他喵谁干的好事儿？登录界面我就觉得不对劲儿，这些 ID 好像少了啥，不过小趴也没在意，就上号了。上号之后就看到这样一条消息，小趴你这个名字好搞笑。嗯，仔细一看，你站第一胖，谁他喵把我名字改了？大家猜一猜，到底是谁改了小趴 ID？